大家好，我是杨。俗话说，年不年轻看脊柱，脊柱有多灵活，人就有多年轻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种灵活调理脊柱的方法——滚龙脊。在我国古代，又把这种运动称为驴打滚。背部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又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督脉，还有被称为人体最大排毒通道的膀胱。咱们下期见。